请问一下，你是周星哲吗？请问我可以给你要一个签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等一下。好啊。你今天啊，竟然忘记是我们一周年的日子，我有点小生气。然后唱歌给我听。喂，宝贝，我到了哦，在哪里？我要吃慢点吗？我想说我要吃炒饭。我点一个炒饭。哎，你到了哦！哦，怎么那么久啦？然后我刚刚我自己先点这个鸡腿饭。我点菜。我点菜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周星哲吗？请问我可以给你要一个签名吗？因为我很喜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等一下。看你啊，你不要看其他女生好不好？你烦。星哲表示无奈。每次都这样一出来就在那边，是很看不起，知道吗？那你知道我是谁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不想知道。好啊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要带了一个可乐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一直看他，我刚看你都瞄他。没有，你有，你瞄他。你跟你经纪人说我们的关系了吗？你说这样，我跟你讲过副市长。我们已经这样子一年多了，每次我都在背后帮你做一些有的没的，都是媒体说你女朋友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都算了，不理你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要分手？对啊，我已经很尽力了 ，OK， 你工作也很忙。你忙你忙，每次一张专辑宣传期跑完，又有下一张专辑，啊，这样一张一张一张的，啊，我都不能露面，跟你出去看电影都要包的跟什么一样。你现在不是露面吗？我今天来这边跟你吃饭。那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19号。原来是19号的部分。不是，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的日子。一年前你在哪里跟我告白，你还记得吗？不会忘记吧？迪士尼啊。你逗我讲才讲，你看那个时候你在迪士尼买这个给我，还记得吗？那时候跟我告白的时候，你就拿这个送我，而且啊，这不是蓝色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写着。对，那是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你送的、啊，你忘了吗？我记得。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的日子，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会让你很感动的事情。哦，你猜是什么？不知道我什么。我今天写了一张卡片给你。在这边，这边，这我第一次写给你嘛，我把卡片念给你听好不好？ Oh no！ 他这样打开，那我要念喽。星哲宝宝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快要一周年的日子。什么啦？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快要一周年的日子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对吧？你都叫你的粉丝叫什么？但是今天我想要大声的跟你说，我是你的大星星，真很感动，收着收着。你今天啊，竟然忘记是我们一周年的日子，我有点小生气。然后唱歌给我听。好啊，你想听哪一首？你明明就知道我最喜欢听哪一首。好听哦，好啦，每次都知道你只要唱歌，我就会心软。都跟你说，下次不准再看其他女生了，知道吗？他们什么的都不要看。再唱一首好了，我还喜欢。你好不好？对，你是歌手。没有，我是音乐人，你忘记了吗？这个是我灵感的来源啊，继续唱啦。我想知道，回忆都丢掉。经纪人不是说觉得我唱歌很有潜力，想把我签进公司吗？可是我妈不想我当歌手，我妈希望我还是就是拍影片就好。还是我们换个那个双人组合好不好？我们唱歌唱反。反正你可以，你以为我的名字叫？我们
叫吴兴街。又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吴根新泽，吴兴街的时候去打听一下。再唱一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而且我随身携带这个麦克风，你看，这很可爱。就是留给我的，我的手里，让你小心就小心一点。哦，好好听哦。他有跟他打个招呼，你们是粉丝对不对？好听吗？你在抖哎、欸，他整个大抖特抖哎、欸，你没有偷笑吗？有认真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 Eric 今天来我们的频道啦，拍手！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很开心哦。有尝试过这种整人系列的动作吗？没有，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一些反应，自己很爽。因为私底下其实不太会跟粉丝有这种近距离的互动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不要忘记支持 Eric 的新专辑哦。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粉丝们呢？是的，最近呢，我的实体在预购当中，没错，销售了我们，这次是精致版的，预购完就没有，赶快去预购，赶快去预购哦。我是小吴，下回见哦，拜拜。